呀！我怎么只能看见激流啊？在这边，这边能拍到啥呀？他俩？哎呀，看不了。哎，那平时不是在那个？对对对，运动公园。对。你女朋友呢？前面呢？哦，第一排哦。他们笑起来好甜啊。我不是山竹啊。哇，快点录屏，直播间的朋友们快点录屏。哇，现在好挤啊。没办法，我开玩笑，在这边一开始就来了，等了好久啊，肯定清晰啊。对，我手机拍的，我手机在直播啊，你别碰我好吗？现在人太多了，人挤人呢。我是苹果15 Pro Max 啊。小朋友，哎，等等，等一下，真的吗？买的是海鲜啊。你看我们在喊他，他在刚刚都回复了，不知道他们几个谁做饭啊。
哎，这个脑袋，我真的我服了这个老六。和我四个人合影了。给主播点点关注，点点赞啊！小赞赞点起来啊！主播现在在这边，人又多又热，这又这么挤，给你们直播太不容易了。小赞赞给主播点一下，拜拜了哦！我操，差点被碰倒了。是你卧底，这是卧底啊，这个是卧底啊，卧底，这是卧底。我物料全部发给你们，感谢送来小星星，谢谢你们送来小星星。又想进群的咱们送个比心兔兔啊，比心兔兔进粉丝群，我拍了好多好多，还有相机拍的十几个、一二十个视频，全部送给你们。对，送了比心兔兔的，你们记得一定给我留言你们的绿泡泡。恭喜加入粉丝团，恭喜加入粉丝团。哎，我拍了几十个了。这手举得太酸了，姐妹们。有没有进群的姐妹们？比心兔兔进粉丝群。你咋长得这么高？我长得高啊，我长得高啊，我1.9米啊。这位置绝不绝啊？有没有要进群的？进群的可以送个比心兔兔，送个比心兔兔就可以进群了。哎呀！群里都是小丁的照片吗？还有视频，不光有照片，还有视频，什么都有啊，什么都有。他们是代拍。你老二给我打电话。都是靠近嘛，原视频，我的群是永久不解散的群啊，永久不解散的群。原视频，高清原视频啊。没有问题，对，永久不解散，高清原视频。你们想进的话，可以送个比心兔兔啊，比心兔兔进粉丝群。哎呀，送个比心兔兔，送个比心兔兔。现在送比心兔的，我现在回关你们。现在送比心兔的，现在回关你们。等一下，我下播之后统一拉你们。没有关注的，关注一下，关注一下啊。还有吗？还有要进群的吗？还有叫进粉丝群的吗？欢迎加直播间，我去，这人也太多了呀，直播间人太多了呀。帅不帅？就问你们帅不帅？谢谢歪歪姐送来的比心兔兔，我现在回关你啊，歪歪，我现在回关你。你一定送个比心兔兔，记得一定给我留言你的绿泡泡。
等一下我下播拉你们，现在先看吧，先看看完，看完再拉你们。哎，送个比心兔子一定要记得给我留言你们的绿泡泡。还有吗？还有要进群的吗？还有没有要进群的？还有吗？还有没有要进群的粉丝？那个比心兔兔进粉丝群。比心兔兔进粉丝群，感谢你们送来的礼物，感谢你们送来的礼物。旁边那叫啥来着？这还有个主机单。我去。你拍进来了吗？肯定拍到了。我靠，牛逼啊！你刚刚问我的时候，进群可以拥有啥？拥有你想要的所有啊！今天拍到物料，前两天拍到绝美视频，还有明天的，还有以后的都有啊！进群都可以拥有。你别人拍不到，只有我能拍到的，放心吧，进群里面都有。送比心兔兔进群啊！性价比非常高啊，姐妹们。还有吗？还有没有要进群的？一个比心兔兔，一个比心兔兔。看得到吗？哎呀！感谢大王送来的比心兔兔，大王回关你一下啊！记得给我留言你的泡泡啊！大王 YY 记得你们给我留言你们的绿泡泡。感谢下课送来的比心兔兔，谢谢下课送来的比心兔兔，我回关你一下啊！你把你的私密账号打开，赵火火。完事了，完事了，姐。好漂亮呀！好。我不行了，爸爸妈妈。喂，的。兄弟们，点点关注啊！我都不知道哪个是他。啥都看不见，那么多人。那个穿那个围裙绿色衣服那个。拍的是谁呀、啊？我不知道，谁来的我都不知道。就看到我也跟着拍，我也不知道我拍啥。喂呀、啊，我不知道。哦，在这。他是这个吗？我不知道，有两个双马尾。不能转过来吗？转过来拍一张走了。你还吗？还不好了，已经人很少了。刚才整整已经叫了五个人过去了。是不是明星都那么白呀、啊？可以拍发给小西西了，主要是西西想看。是看到。他们为什么就不转过来？在买菜吧。螃蟹，三个厕所，绿色衣服的猪猪。怎么转过来了？拍一张正脸照吗？加我西西。不知道。蓝色的是鱼哦。虞书欣是吗？
住住。为什么？小西叫我拍的是一个男的，然后那个穿衣服那个，看着不像。好帅，好帅！鸡柳哥，哪个是鸡柳哥？手累。手好累呀、啊！手好累，手好累。对，手好累。哦。手累了，好累好累。大哥，这个大哥好开心是吧？好累啊。兄弟们，点点关注，点点赞啊！手这么累了，点个关注，点个赞，好吧？哎呦，还自拍啊！啊，抱抱猫猫，他们还自拍是什么意思？你看，哦呦，哦呦！不要往前了，往前，往后，往后。好，走了走了。